15年不算短的流浪日子里，常常我们抬头仰望满天星空，相信家就在前方。多少次流泪失望，却在不放弃的追寻里依旧相信。直到这天，踏入你的应许里，但仍似缺少什么。这才明白，家不是形体，而是同在一起的心。这里成为家，是因为你投入心力去爱它、守护它，是因为总有人愿意卷起袖子说：“让我来。”是因为跨世代间不分你我，彼此成全，彼此服侍，一砖一瓦齐心建造，一心一口荣耀父神，让承德新堂成为家，我们的家。We make a living by what we get, but we make a life by what we give. 爱要大声说，更要用心做。邀请您一起服侍我们的神，我们的家。